好，再来我们就看这个光栅的鉴别率。鉴别率就是说，我有两条光谱线呢、啊，像钠光5890跟589啊5896。平常我们分光仪不太好的话，根本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那你要分光，要分光的 power 大的话呢，就看得出来。好，这时候看的两条光谱线，你要把它分开，还是我们以前讲的 release criteria， 就是光谱线第一条光谱线的主极大位于另一条光谱线的第一个极小处，这就是勉强看得见。OK， 好，根据这个准则啊，瑞利的这个准则，光栅鉴别率的极限应该是啊，当两条光谱线的波长差是 delta lambda 的时候呢，两个主极大的角距离，角距离本来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才求过的，对不对？距离是这个。好，现在我们看看，这是我们刚刚才求过的哈。现在我们看这个鉴别率的定义，鉴别率的定义就是这个啊，比如说你这个波长5890跟5896两个波长。波长差是这个，就是说就在5890旁边有一个5896啊，你要把它分得开的话呢，那就是说啊，你能够分开啊，那就是说这个两条光谱在这个波长之下附近啊，在这个波长比这个波长多一点点的这个 delta lambda。就是两条波长啊，这个可以当作其中一条波长，或者是这两个不同波长的一个 average value 啊。那么这两个波长差，你能够分辨的波长差越小，那就表示你这个 resolving power 越大啊。OK， 你这个波长差越大，就是你这个分光，你这个鉴别率就是越小了。所以由上面的啊，这个是它的定义啊，定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你看这个，当波长差是这个的时候，这两条波长的小位置啊，是它的半宽度就是一条的主极大是另一条极小的啊，落在另一条的极小啊，那么这个 delta theta 是这么大了。所以如果两条光谱线的宽度 delta theta 很小的时候，它对应的波长 delta lambda 就很小，所以它的鉴别率呢必定是很大，也就是说，你这个两条波长，它所能分开的角度啊，越小，那这个就是说你在越小的角度里头啊，这两条光谱线你能看得清楚啊，哈，要看得清楚才算了啊，它们之间的角宽度越小的话。就是你这个分光的看得很清楚啊，看得更清，越清楚啊，那就是这个分光镜的 resolving power 越大。将两条光线间的角 delta theta 距离啊，视为主极大的半宽度，就是主极大的半宽度了。那这个本来用 delta， 用 d theta 这个 d lambda。我们画成这个样子的，啊，那么 delta， 啊 ，delta theta， 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啊，这个我们前面呢，前面我们导过了，对不对？啊，现在令由这个式子，令 delta theta 等于这个 delta theta， 啊，等于 delta theta， 也就是说，啊，这两个相等啊，两个相等，那我们就有这个式子要等于这个式子，这我们刚刚导过了哈。好，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鉴别率等于 N M。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鉴别率啊，我们不要去看什么，角宽度那个啊，我们就从这个结构上面哈，你这个光栅结构上面看，你 n 越大，就条数越多，它分光能力就越强。还有就是你成像，这就是它的干涉条纹级数越大的地方呢，它的鉴别率就越大哈。所以这个要记住 ，OK。所以以上结果知道，光栅的鉴别率与色散度啊，相同点是两者都随着级数的增大而增大，啊，但色散度不同的就是说呢，鉴别率与狭缝的 n 有关，可是啊，而与相邻两个狭缝的间隔低没有关。你看这没有低啊。没有 D， OK， 好。现在我们看，可见光的波长范围是从400 nanometer 到700个 nanometer。一个平面光栅每公分有6000条槽缝，垂直入射的白光，它第一级光谱的角宽度是多少？那当然你要算这个紫光，这个红光，紫光算一次，红光算一次，啊，它这个角度差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第一级光谱的，这是第一级光谱它的角度啊，这是你用这个算就是紫光的角度，这个是红光的这个角度。好，那么首先我们就把它的两条狭缝间的距离算出来 ，W over n， 它的宽度是每公分呢，有这么多条。好，由亮纹产生的条件 m 等于1的时候呢，波长如果是紫光偏下角，我们用 theta violet 啊来代表 theta。是 m lambda， 就 d m 等于1哦，就 lambda over d 了， 13.9 度。700 nanometer 的红光呢，偏向角也是一样，用这个公式代，就是波长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24.8 度。所以它的角宽度，第一级角宽度就是紫光跟红光之间角宽度 delta theta 呢，就是这两个角度的差 10.9 度啊。好，现在我们要一个例题，就是证明平面光栅可见光谱第三级中的紫色光，第三级的紫色跟第二级的红色重叠，那就是说你这个紫色光的这个角度啊，小于这个红色光，第二级红色光的角度。我们还是用这个式，第三级紫色光，这个用3，这个用紫色光400 nanometer 是等于这个 D， 大家都一样的哈。第二级光谱中的红色光，这个用2啊，这个用2 OK，这个用红色光的700个 nanometer 得出来是这个。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个比较大呢？这个比较大，红色光第二级的角度要比紫色光第三级的角度大，所以啊，这两个就重叠哈。这第三级的紫色跟第二级的红色重叠。好，再看一个例题，一个绕射光栅，总宽度是 25.4 个 millimeter， 有这么多条 1.26 万条槽缝，将钠蒸气发出的黄光垂直入射于光栅上面。这个光还有两条极小的光谱线啊，这是钠光，钠蒸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5890跟5896差不多哈。好，这个波长的第一级亮纹出现的角位置是多少？应用光栅的色散度定义计算这一对光谱线在第一级光谱中的角间隔。这个的角间隔要能够分辨这一对光谱线，光栅需具有最小的槽缝数 n 是多少？现在我们看相邻二狭缝的间隔是什么呢？是这个 w 被几条来除，就是两条光谱线的间的距离，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我们就得到西塔要等于这个啊。第一级亮纹出现在哪里啊？第一级的亮纹是第一级，这个呢，我们就用这个5890好了啊，这个只比它差一点点嘛啊啊，第一是这个写错了吧？这个是 2.016， 这应该2016才对哈、啊，我这个老是会打错东西。OK， 这2016算出来就是 16.99 度。色散度我们用这个式子，这第一级 D2016 啊， 2016这个就写对了。 cosine 西塔算出来是这个啊，每一个 nanometer 有这么多个 radians。 好，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我们就得到 delta 西塔是等于0.0175 度啊，这两个的角宽度啊是这么多。然后我们看鉴别率呢，就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啊。n 它是等于 n 乘 m， 定义是 lambda over delta lambda。那我们就把这个啊 n 呢就当作是 m。现在 m 是一级了，第一级了啊。lambda average 我们用这个。不是用5890，也不是用5896，就是两个的 average value， 589.3， 好，除一除就是你最少需要999条槽缝才能够看得见啊。好，现在我们介绍这个 X 光绕射。在1895年呢，伦琴他发现了 X 光。后来我们发现 X 光呢，它是属于一种波啊，它具有穿透性。既然是波的话呢，那它应该是有这个绕射跟干涉的这个现象啊。可是我们用双狭缝干涉来做实验，看不出它的干涉条纹。好，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这个时候的 lambda 比 a 啊宽度啊要小太多的关系啊，小太多的关系，因为它是什么呢？哎 ，a sin theta 要等于 m lambda， 这是它的这个，或者是我们用这个干涉的啊 ，d sin lambda 等于 m lambda， 啊 ，d sin theta 等于 m lambda， 啊。 那 m 等于1的时候，那 sin theta 就等于 lambda over a， 对不对？那 lambda 太小了，那就表示你这个 theta 太小了，两条亮纹靠得太近，你看不出来嘛。啊，好，到1912年，啊 ，Lloyd 他就想到用这个固态的晶体中。 固态晶体相邻的两个圆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比我们狭缝要小得多了啊！用这个来做狭缝，让 X 光通过这个晶体啊，那么果然他得到一组有规则的这个所以在1913年，科学家就他是认为是这个了。 到这个1913年的时候，这两个科学家，他们就是用一片氯化钠的晶体，用 X 光光束啊，穿过它，在底片的后方就看到点状的绕射图案，就像这个样子啊。这个晶体 crystal，X 光照过去，结果在这里头看到亮纹，这个亮纹不是乱七八糟的。 每次做都一样的，有规则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绕射图案，啊，绕射图案。所以这个实验成功的证明两件事：第一个就证明 X 射线的确具有波的性质；另一个证明就是晶体中原子是做有规则的排列。你如果没有规则排列，不会有这种规则的这个图案出现啊！从这个以后啊，那么这个 X 光呢，就变成一种啊非常有用的工具，来研究晶体的结构啊。这个就是氯化钠的晶体啊，氯化钠的晶体 ，OK， 啊，那么这个大的就是氯原子。 小的就是钠原子，啊，那这个就是代表一个金包，它这个宽度，它是一个立方体了，啊，每一边的宽度都是 A0， 啊，那我们把这个，这个就是代表一个这个东西，啊，这样排列，你看它是做一个啊有规则的排列。 那么我们看出来它的，我们算出来它的 A0 啊是 0.563 个 nanometer 啊，这个比我们那个绕射实验中的 A 要小得多啊。好，这个 A0 就是这个啊。 中间的图是氯化钠晶体的截面图，你把这个，啊，从这里切下来啊。右图是用这个单位金包表示截面图，这个图用这个来表示，这个，啊，旁边一个这个这样哈、啊。每一个单位金包可作为 X 射线的绕射中心，啊。 就是你这个 X 光射到这里以后啊，它会绕射啊，四面八方，这里照过来啊，四面八方都会有绕射，照到这里也是四面八方都有绕射，让两条射到同一个位置的这个上射线会产生这个干涉，于是就会产生亮点啊等等。 好，这个它这个角色呢，就好像是狭缝一样哈，这个角色就好像是狭缝一样。好，底下我们去看一个啊，在 X 光实验里面的晶体里面哈，这 Black's Law，Black's Law 是说明 X 光束射入晶体中产生绕射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单位晶胞哈结构哈，你看。 这个线连成的，这就好像什么？这个啊，不是这个连起来啊，就好像一个平面一样啊。连接某一组单位晶胞的虚线代表一组平行线，相邻两条平行线的距离，我们用 d 来表示啊。这就好像两个平面啊，这也是平面，这也是平面，一组平面。当然，它不一定要这么连呐、啊。 你这样连也可以了啊，这样连也可以，而且你不要这个是连这里，对不对啊？你这样连也可以啊，啊，你这样子连也可以啊，啊，它连接法有很多啊。好，这是一组，这是一组，这是一组啊。那现在我们看，这就代表这个平行线啊，这是 D 哦。 入射的 X 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射到这个晶体，它就会有散射线，对不对？散射就是哪一个方向都有啊。但是我们挑一个方向啊，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去。那这个，比如说它入射的，我们假设这个角叫做西塔。 啊，然后朝这个方向去，正好这个角也是西塔，啊，我们挑一组这样子的来看，啊，挑一组这个，啊，那么好，挑一组这个，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图上面来看，这个角是西塔，这个角也是西塔，那么这个角也是西塔，因为这个角的这边跟这边垂直。 这一边跟这边垂直，所以两个角，两对应边互相垂直，这两个角不是相等就是互补啊。现在很小啊，当然就是只有相等了啊。这个也是一样，也是西塔角。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啊，这一条线到这里，我们把它当做反射好了。其实它是散射哈，我们选这一条，这一条。 到这里也是散射，也是反射啊。那这两条呢，在这个切面上面，它都是它的光程都是零哦，这个跟这个光程是零啊，到这里还是零。但是等它转个弯到这里来，它这个呢要多走这么一条路才过来，所以这两条光线，这个入射的跟反射。 它的光程就是光程差，就是差在这个 A 到 B，B 到 C 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如果光程差是波长的整数倍的话，就是一个亮点了、啊、或者亮纹了、啊，亮纹。好，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它的啊。 看它的光程，这个等于多少呢？就是这个的两倍啊，这个的两倍。好，我们知道这个是 d 哦，这个是西塔，所以这个是什么 ？d sin 西塔，两倍就是两倍的 d sin 西塔。啊，那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啊，所以产生相长干涉的条件。 就是2D sin 西塔等于 m lambda 啊 ，m 等于1、2、3等等啊，这就是 Black's law，OK 啊 Black's law。所以说，那么我们一个晶体要产生这个一组的亮纹，那这个波长跟这个。第一之间呢，必须满足这个事实啊，满足这个事实，就是有这个条件才会产生。OK， 那就是说你第一是固定的话，那你的波长一定要这么大啊，一定的波长啊 ，m 等于1是一种波长 ，m 等于2又是另外一种波长，这些波长都可以，介于 1.5 之间就不可以了。 这1跟2是 1.5 就不行了啊。好，现在我们看这个一个例题啊。X 光波长是这么多，要以何种角度，就是这个角度多少，投射于晶体虚线中的一组平面，就是这个平面，才能产生绕射图案。 假设这个晶体是氯化钠晶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到这里是 A0 啊 ，A0 是 0.563 个 nanometer， 这也是 A0。好，我们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第一是等于根号5分之 A0， 我们等等下个投影片会证明这个哈，它是等于这个值 ，A0 带进去，根号5啊。 所以这个 d 之间是这个。好，那么我们带到这个 Bragg's law 啊里面去啊，我们得到西塔是等于这个值。好，这个 m 可以等于1、2、3、4、5。当 m 等于1的时候是 12.6 度 ，m 等于2的时候呢是 25.9 度。 m 等于3的时候是 40.9 度，啊 ，m 等于4的时候啊， 60.8 度，啊 ，m 等于5的话呢，不合理了，就不存在。因此呢 ，m 大于5的绕射图案不存在。不过我们可以就说证明出来，说因为这个晶体它是一个对称性的，啊，对称性的，所以当 m 等于1就是单数的时候， 1、3、5，啊， 1、3都不存在，就现在只有1、2、3、4啊，1跟3不存在，只有 m 等于2跟4的时候存在啊，啊，这就是我说刚才要证明哈、啊，这个 d 等于根号5分之 a。 比如说，这是 a， 这个是 a， 啊，那这个是2D， 那就这个就是 d 了。你看这个直角三角形跟这个直角三角形 ，sin theta，sin theta， 由这个直角三角形看，对边比上斜边，根号1/5；由这个三角形来看，它是2D。 有，我看看啊，2D 对，它是这个2D/2a 啊，对边比上斜边，所以它就是 d/a。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 d 是等于根号5a。OK， 好 ，X 光绕射我们就介绍这里，底下我们要介绍 hologram。 全像素，全像素它就是一种照相技术啊，一种照相底片。我们的相片呢，你是平面的，你只能看一个角度。这个呢，它可以看到一个啊，它产生的影像啊，你可以看它的侧面啊，正面可以看。 侧面也可以看啊，那就说一般的照片只能记录物体的2维影像，而全像片呢却是3维的。全像影像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它侧面的相貌，也可以在不同的角度、距离做影像远近的透视，啊。 站得远一点，跟站得近一点来看，啊，都可以。啊，制作全像片的原理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们要制作一只杯子的全相片，那么我们的装置是这样子的，这是杯子哈。好，我们用一束镭射光之平行光线呢、照过来，有一部分就照到这个平面镜，一部分就是照到这个杯子，照到这个杯子以后呢，它就产生绕射，对不对？散射啊，散射。那平面镜的这一组呢，经过反射以后啊，跟射到这里的一组散射的光波，在这个底片上产生干涉条纹，就是亮纹或者是暗纹啊，亮纹或者暗纹。那这就是底片咯，底片呢再翻一次啊，暗纹变亮纹，亮纹变暗纹，那它就是一组有亮纹有暗纹所构成的一个底片啊。然后你要看这个，要看这个像怎么看呢？我们就拿一组，这是底片，雷射光照上去，然后这上面不是有亮纹吗？啊，那么亮纹的地方都可以当作是同步的点光源，对不对？那点光源就四面八方都是产生绕射、散射，四面八方的辐射。好，于是就有一组光。你如果摆一个屏幕在这里，啊，这里会有一个杯子的像呈现，这是实像。你眼睛在这里看呢，也会看到一组光波聚焦从，好像从这里出来，就是这个杯子啊。好，现在我们这样子讲啊，可能我们听不懂。我们现在看最简单的啊，看一个指点好了，因为这个杯子啊，杯子你可以看成是好多好多个指点所组成的啊，聚集在一起组成的。这个我们都先不看啊。好，我们现在这么看好了，一个指点，一个点在这里哦。我们用一个雷射光这一组照过来，然后它有一个光波，是这一组的光波，对不对？另外，这个光射到这个指点以后啊，它会产生散射，又是另外一组光，因为这两个光源呢，都是来这个两个，这一组光是这样子的哈，从这里绕射。有一组哈，它绕射有很多方向啊，有一组是这样，于是这个平面波跟这个球面波就产生干涉啊。你像这个地方哈、相交的地方就是干涉啊，干涉呢就产生什么呢？相斩干涉，就让这个底片呢、如果这有底片在这里的话呢，感光这个，然后这个相消干涉就是暗纹，这个底片没有感光啊，所以它就是一片，就是亮纹，就一条亮纹，一条暗纹，一条亮纹，一条暗纹，它就是一个圈圈了、一个指点的话呢，它在相片上的干涉图案就是这个样子，长得这个样，一组同心圆，哎，同心圆就是这两种波啊，在底片上产生明暗相间的同心圆形的干涉图案。亮圈代表未感光啊，这个地方你洗掉呢，就变成亮的了啊，那么暗纹这个地方就感光了，洗不掉了啊，变成暗纹。圆心处 O 点是一个亮纹啊。好，现在我们就看，那你这一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hologram 全相片。全相片不是刚刚讲的那一圈一圈的暗纹亮纹暗纹亮纹吗？哈，那我们再一次哈，用镭射光，刚刚那个镭射光啊，照在这个图案上面，不一定要刚刚的，只要镭射光就好啊，因为它这个都是同步光源。 然后你看，亮纹照在亮纹上面，这个光就透过来了。因为亮纹上面的每一个光点呢，都是一个新的点光源，都是同步的啊，所以每一个亮纹都是同步点光源。于是啊，它发射的光啊，每一个点光源就是四面八方发射光啊。好，有一组，它的光波变成这样子，就是有一组光线呐、啊，大家有一组哈，你到这里来，他也到这里来，他也到这里来，聚焦在这里。那你摆一个屏幕摆在这里，这里就一个点状啊，实像，这是实像。 如果你眼睛在这里看呢，哎，它另外一组光线，它是从这里啊，持续这个啊，朝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同心圆了。因为这个画不上去，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其实它也是跟这个一样啊，同心圆啊。你眼睛在这里看，在后面看，就顺着这个方向看。 好像这个光是从这里发出来的，这是眼睛看到的，这不能成像的啊，不能成像在屏幕上，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虚像，点的虚像。如果你是一个茶杯的话，像我们刚刚讲茶杯的 hologram， 那你在这里头就会变成一个实像，可以成像在这个屏幕上面。但是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啊。 就看到这里有一个茶杯的像，是虚像啊，虚像。那你的眼，你可以不一定要是这个方向看，你可以侧面看啊，走到旁边去看都可以啊啊。那这是 hologram 啊，这个就是 hologram。不但如此，比如说我这个 hologram 就是全相片破掉了，搞坏了。 我只剩下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就可以产生像，不过它的 intensity 比较小而已啊，因为它产生的这个干涉条纹跟刚刚这个是一样的嘛啊 ，OK， 好，那么这个就是全像的这个它的这个道理在这里啊。好，我们全像素啊，全像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OK。 那么，几何光学呢？我们也就到这里结束啊。